样子的。对呀、啊，中国连拔两个口的、啊。每次一鸣枪，选手们准备要起步的时候，准备要开始划桨的时候，就是困难的时候。他们必须要奋力的向前，努力的向前，起义的斗志加上他们的速度感，才会赢，才会胜。76场次社会女子组第一水道湖口青年志工队，第二水道中城跆拳道队，听到加油声了吗？听到加油声了吗？我们重庆的对象。